你是吗？啊，没什么大事。一个人。你不是人。有性格，哎，幸会啊。我劝你啊，趁早离开这儿。我今天心情不太好，脾气也不太好，我会伤着你。 在那边都看见了，您一个人闭着眼睛美滋滋的，我就想啊，您这心里面一定有什么好事儿，要不然咱俩分享一下。您一直盯着我干什么？说来惭愧，我是一直观察您的。我就在想，你说像你这么一个文静的女人，坐在这儿静静的欣赏着大提琴。 这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，所以我要恭喜你，让你今天遇见了我。虽然说，我不能说自己是一个情感专家吧，但是我至少是一个小药丸，我能够为你排忧解难，让您这个心情舒畅起来。这么说，我只要一听到这种砰砰砰的音乐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自己都快成仙了。那你喜欢这儿的姑娘吗？ 尤其是像你这，喜欢还是不喜欢？那我把我的心结告诉你啊，其实啊，我特别喜欢这种地儿的氛围，但是老有那些没事老瞎搭讪的，这挺讨厌的。我天生吧就讨厌那些没品的，那些不要脸的拿瓶破啤酒混一晚上，还天天往夜场混的人。 明明是捡破烂的眼神吧，还非得装作捕捉猎物般的陶醉。这是其一，其二，一定要搞清楚人是不是跟男朋友或者老公来的。你说，万一没搞清楚，挨人一酒瓶子，这跟谁说理去啊？偷鸡不成还蚀把米，偷鸡不成还蚀把米。还有这种地儿。 一定要搞清楚是lady呢还是guy呢？泡妞的人不求谁管不住谁，别上来动不动就跟人说我就喜欢你这款的，你知道人家是哪一款，这哪跟哪儿啊？爱情不惹事儿，别让家里老婆孩子父母跟着瞎操心。凤儿，你觉得我这心结还有药治吗？ 喜欢。